方嘅同意咧，係可以安排運送佢翻去香港接受進一步嘅治療。葉小姐咧就唔會坐特區政府安排呢一班包機翻去，係因為佢嗰個身體嘅情況咧。會安排一個特別的專門的醫療包機。醫管局顧問醫生林楚超朝早到醫院探望佢，留向醫生了解情況。他話梁俊翰今天的情況比昨晚差。如果是醫療上就譬如巴拉斯嗰分泌指數啦，同埋佢入院的時候就是六七分到啦，咁咪同晏晝就係高分車少咗一兩分分咁咯啦，咁就晏晝跟住就去翻嗰個六分咁樣係啦，咁即係個其實個轉變都係一個唔係我哋要理解到嘅，咁但係亦都可能驚有第二啲嘢嘅時候，咁我同我腦外科醫生因為有個直接溝通嘅時候咧，咁佢嗰個順帶咁去嗰個醫療就可以根據病人情況咧，而係有啲嘢改變。Thank you.